好，那我们这一批来到荆州城下方的这个锚点啊，这个锚点的话你们应该开了吧，做主线啊，做主线的时候会路过，包括这个也是啊，做主线的时候会路过，这两个锚点你们应该都是开了的啊。好，那这边过来之后我们把视角转到我们直接往正前方啊，正前方他给我们划定的视角，正前方往前走。好，这里走出来，在这里我们跳下来，打开伞翼，然后往左手边看啊，在这个桥底下这里有一个深峡，捡起来这个深峡，捡起来这个深峡之后，我们再回头，我们再往我们的西方向地图左边啊，从左手边往前往跳啊，跳下来打开伞翼啊，然后往西方向地图左边，这边我们飞回来。好，飞回来，从这里跳下房子啊，在这边是这个甘雪的这个商店啊，甘雪的商店，然后在东方向地图右边啊，这边这个墙根这里有一个朴素奇藏箱啊，酬劳这里捡起来，小伙捡起来之后，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这边，这里有一个修翼的挑战啊，我们和大家对个话。好，那这个挑战的话我们爬上去啊，爬上去这里点击开启挑战，那这里是这样的啊，我们跳起来按这个冲刺键啊，它就会完成一个后空翻啊，它是这么玩的。那它的一共是三个难度的挑战啊，把三个难度挑战全都做完都会给箱子啊。好，开始挑战。这里比较简单的就是跳起来冲刺，然后打开伞翼落下来，然后再跳再冲刺啊。好，完成10个就行了。好，这是简单的啊，简单的完成之后是一个朴素，一个基准。好，然后我们再回头再去找它。普通难度啊，这里我就剪掉了啊。好，这边是普通难度啊，普通难度是一个基准啊，一个精密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来回去找它。这次最高难度。好，最高难度挑战完成，是给了一个精密奇藏箱，一个辉光奇藏箱啊。为你这边拿到之后，我们现在把视角转到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，从刚才我们拿这个朴素奇藏箱的这里啊爬上去。好，爬上来往我们右手边现在的西南方向地图右下角跳出来。好，走到这个房檐旁边，这里往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这边飞过来，在这棵树啊，落在这棵树上，我们先站在这棵树的这个树枝这里，然后把视角转到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，从这边这里往上爬，往这边这里往上爬。好，爬到这一层，然后在我们的左手边啊，这里有一个基准持枪箱啊，机会排枪用，捡起来之后，我们往西方向地图左边啊绕一下西方向地图左边，这边往前飞，往前方这个桥的底部啊这边飞。桥底下这个石头啊平台上，然后往我们右手边看，这里有个缝里面有一个朴素奇藏箱，拿到之后往我们右手边这里爬上去，北方向地图上方啊这边爬上来之后啊，往北方向地图上方这边走。好，走到这边这个像看起来像大门这里，往我们右手边看，这边有一条狗旁边是一个 NPC 叫斜阳的旁边啊，这里有一个朴素奇藏箱，你看，捡起来这个朴素奇藏箱，然后往西方向地图左边，这里我们要爬上去啊，往右手边这里啊，从这边墙这里往上爬。好，爬上来之后啊，这边这个亭子啊，这个亭子的顶部有一个深峡，这边爬上去拿一下。好，那这里拿到深峡，然后再往西方向地图左边，这边继续往前飞，落到前方那个房子房顶，再往前走，然后低头跳下来。在这两个人这里啊有个车啊，那在车的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
这边有一个朴树集装箱，机会牌箱用场，捡起来这个朴树集装箱，然后再往我们的小地图上啊，东北方向地图转角，小地图上这个是什么任务啊？任务的这个方向走，这边走过来，这里有个 NPC 叫达石帮，和他对个话。好，这边记得点击任务追踪，点击任务追踪啊，这边他告诉我们避开路面、草坪、楼梯、水池啊，使用感知，他可以查看这个推荐路径啊，也就是这个啊。这里啊，他会推荐我们怎么走怎么走怎么走啊，要活用这个钩索。往这边跟着走就行了。哎，差点掉下去了。好，你 Q 时代勾过来。好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了这个什么第一阶段啊，然后拿到这个基准起仓像灰泥，拿到这个起仓像在我们的脚底下啊，这里我们往东南方向低突一下脚，这边跳出来。好，这里往下跳，在这个木质平台最底最下方的这个平台上啊，这里一个朴树山上用它捡起来之后，我们再打开地图。再打个地图，来到这个什么模拟训练场这一个锚点。好的，然后再往北方向地图上方，这边再去做这个挑战。好，这里的话直接跟着这个什么钩子啊，好，这边还是如果说你没有这个什么推荐路线的话，你可以用感知啊，它会告诉我们就怎么走好走一些。推荐路线，诶，好，还是往上。只要跟着他推荐路线走，还是挺好走的。好，这里完成之后，拿到基准集装箱，拿到之后，我们再打开我们的地图。好，那打开地图，传送到我们现在旁边这一个锚点。好，过来之后我们往东，就是正前方啊，正前方这里往前走。这边跳出来，从旁边这里跳下去。好，这里 T 跟着这个什么钩子啊，过去那个地方啊，就是过去，诶，叫做任务地点啊。好，一路跑过去。那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啊，在它相对的地点啊，现在右手边这个柱子的顶部是挑战的地点，左手边那个柱子顶部有一个朴树集装箱，我们顺便去拿一下啊。好，那我们往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这边跑过去，顺便过来拿一下这个朴树集装箱。好，拿到这个集装箱，然后我们再回头回去做这个挑战，落到旁边吧。
他体力不够爬上去啊。好，开启。这里感知一下啊，感知一下他有推荐路径，往这边跳下去。诶，我推荐路径呢？好，在这里，不要着急，慢慢的做，它没有那个时间限制的。就遇到啊，找不到方向的时候，就按一下这个推荐路径。好，这里的话是这个第三个啊。酬劳之外的话，完成之后我们再直接打开地图回去找这个达士邦啊。好，上来。好，然后这边是威力加强版。好，那这边威力加强版的话，它没有那个感知查看推荐路径了啊。那我们再往我们的东南方向地图一下角跳过来。好，这边是东方向地图一遍，往前走。下。这里的话有那个檀南菇啊，被落到这个房顶上啊，然后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一转角，这边有檀南菇啊。好，然后再往这个东北方向地图一转角里边飞到前方的房顶上。好，这里爬了跳上去啊，从这房顶走过来，前方这里又是一个檀南菇。好，然后再飞过来。威力加强版。好的，那我们再拿到这一个精密奇藏箱。好，拿完这个奇藏箱，我们这一批就拿这么多。这里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，在这个中枢信标的顶部啊，有一个深峡啊，这个深峡的话，我们暂时拿不到啊，这个深峡要比较高的那个叫什么来的，葫芦啊，葫芦等级比较高，就是体力比较多啊，体力比较多的话，从这边高处飞下来啊，然后才能飞到它比较高。那这里的话有两个，有一个深峡和一个奇藏箱，那这个我们再放到下一批去拿，包括这个任务啊，这个任务是作为一个爬山的啊，也是顺着这边看锚点的，那这个任务我们放到下一批。其他的任务地图上这些任务啊，你们自行去做啊，这些任务是没有宝箱的。好的，那我们就下一批再见。